一辈一辈子一世人拢无伊，安尼你面对圣灵即个问题，伊也话甲咱讲，伊讲确定无人，不讲顺其自然，究竟无缘，必要千心断无真心。即段话，即是一个比较。如果你肯定来修得好多，你是一个真正学生，你真正入了一心不改，即个意见永远你无错。后面你就是因为信任即个，即是无错的物件。但是后面再来讲，我肯定无人，究竟在无人，无人就是无方面人的意思，无人就是有信，必须的人信。就是真，比这个道德啊！哦，虽然你讲我讲这惊死人，不做着笑死人，讲这惊死人，我讲的道理较足好。但是因为你拄着见了哦，你安全袂好势，控制袂好势，这叫做荒谬。这个两个解释，对个叫做挑衅的意思。这个两个解释是两方的意思。这个两个解释，对讲迄个色是他的心意思，却因无缘不干。不解是不了解，损彼见彼，就不讲有道理，就不讲心酸。但是，伊是听袂入，甚至可能诽谤的讲不讲，啊，讲必要天性本真相，必要一夹一万块地方，心里一大，你看，印度时间就是换季，就是三大人一个夹，一个夹就足够时间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夹是讲时间的故事，笔夹就是讲一万空八百年，心里是百，这时间的概念，吼。迄个你有一个精神，你今日你本来认为可以成功啦，哦，认为可以有成功，都可以成功。但是你的心，你的经济，你的意念叫东西啊，当然啦，还当是八条，不是讲因为你认识。你唔是讲你未过无份，你是即个解释。你讲你爱遮尔呾过时间，你今日过有即个福缘，有即个经验，唔是，所以呾担遮尔呾物事。所以呾做会员，你把咱讲啊听听着，啊袂咱今日修学道，真正也是修行。你修完道，真正爱做注意，哪怕怎，讲不无遮尔去。尤其咱个修道学道，袂使讲对个。你先做对了，即件，因为你做拢是对的，你个心意也个是对。当然，你今日修是大事吧？当然，你心修就是有上高明。但是相对的，你就是鬼，你今日不了解，你所鬼讲的鬼讲无实话。但是你今日所损失的，你就了不得。做安尼个，做不对的物件，但是你若损失。伊就是了解，安条意思无？即个是普通一百万，但是不有一位，但是真正是一百万，这是银条千条。但是你讲话呢，就了一百万对不对？因为先讲说啦，即个囡仔，若是咱要领这个薪水囡仔，佮讲一百万嘛无要紧，因为是平常无加班，无宝贵，意思讲，听明白？你普通所做。甲你一个学心教所做唔对，你这个是错。按比较，恁应该是听话啦吼。所以不得，把做会员，伊就来讲那些经典。那因为这话当中，因为第二分叫做环境，叫做地理，环境必须得因为修行的概念地理。你不用地理，因为修在心上，你也修得很差。你嘛修到都懵懂。所以，或者你结束啦，你结束啦。但你结束了后，甲这个拄只我讲的，肯定会甲必要先先等休息。即方面到底哪个较关键？是这些变一个终极点。但是后边，这叫做无相受，无相。啊，就讲因为我结束这个第一片的时阵，我讲这十二条还是三条、十二条啦吼，这条是三条吼。伊即个啦，伊即个化学道理有影，我了解，即个叫做必要物件。那因为伊只开始啦吼，咱就先来了解吼，先知识，先知识，莫有
一无上相。哦，又一无上相。各抒上处。各抒上处。在家出家。在家出家。但依初修。但依初修。若不住，若不住，依己我也。若不住，依己我也。亦无忧，亦。亦无忧，亦。听我上啊。听我上啊。疏通即神通。疏通即神通。如日处虚空。如日处虚空。微传见性法。微传见性法。出世破邪通。出世破邪通。法即无顿降。法即无顿降。明我有地执。明我有地执。基础见性门。基础见性门。无言不可信。无言不可信。实即随万观。实即随万观。合理万归因。合理万归因。烦恼暗体中。烦恼暗体中。相思心地心为一。相思心为一。好，这段吼，咱这段是无上相的第三条了吼，所以合作讲到啊，这个哦，那个。发现你，你即个尾了后，伊要讲即个十二条，变即个无上相，变来结束着，做法的，哎，来结束着离别即个地位吼。伊讲注意大家啊，我有一个无上相，吼、哦，当然你等我先讲，无上，无上，凡所有上，拢开始无上，凡所有上，拢总是先变无上。但是伊讲到即个无常，就是咱华师在讲，正常、理想、一定是常。咱伫金刚经内底是讲来讲，离一切诸相，正常是得。当然，伊个经，咱即个常，咱咧学经，咧了解经。如果咱若拢伫文义，我先转，我先转。文义，因伊是一个单字，咱。是文艺的内底当中，这是个爱的物件。文艺就参照车卡，咱个爱是车卡，是车米。但是咱若行伫车卡，行伫乘车卡，咱要食是车米，安尼咱唔知影车来做滴。就参照咱食土豆，咱拢食土豆，拢在变土豆卡，但是土豆了咱食唔到。咱今日都拿到咱学这个表象，就是我拄则讲的，拢在学这个头脑卡，拢在学这个七角卡，咱完全无建立实相的头脑力，无建立实相的七角米，那安尼咱永远都拢伫这文艺、伫这表象，伫修一世人，嘛拢往后不管按时拢不管，但是你学这个道理，来做来讲，不得来讲。伊这是无上数，嘛叫做无上修出的明白，嘛叫做中上人。所以，你真明白，咱都做来讲，中上之人不可以下，中上中下之人不可以上。如果你中下人，你甲讲着小心何以听？中下，迄个中上的人，你甲讲中下何以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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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爬去土豆，你会当食个土豆面面；你切啊壳，你会当切啊壳，你会当个泡，你会当食切啊面面。榴莲为了刺激尔，你会当个泡去食着榴莲，会当会迄个葡萄面面，毋是葡萄面面，榴莲会迄个，迄物件啦，吼。迄榴莲迄物件好食，也好食，好可以，今日今日讲吼。因此，讲伊吃了，讲吃饱吼，哦，吃了，榴莲就吃了，差不多，那差不多是这样来吃的，但是伊无好多细菌，
还是你会看袂开？你看袂开，你讲这伊物件成就？道理对唔上就即个，你要真正看明你的啥道理，你有定量好，定量就是要看啥物。所以建议我哩讲，冇简单我讲，咱要用咱家己智慧。我卖牛耳，卖牛耳，你看我这个手，我这个手就卖牛。爱顺我这个手嘛，看起来嘛，爱离开我这个手，咱能看到袂了。那即个我这个手我看袂了，你我看袂了袂了。那另外咱来讲，他越离故乡，从你看袂开，你另外看袂了。所以这点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读书、上处，请恁大家会当上这个书里面的意义，处的处理。内面的道理，厝内面的精华，厝内面精华，到底分道理讲是讲啥物？你爱上厝，上就是讲，哦，虽然讲，即个叫，出东一进东，如果属于好，非常开心嘛，出是不晓得世界的上。但是咱讲到两千块，你听，厝这块就是最上，就是一点最下面物件开着，按那点出。啊，那到两千块呢？听见了最高的，听见了别人跳车，阿婆七十万，阿婆八十万，阿婆那边弄跳车，这边跳车你明白什么？啊，你们给出，你们给出看不到，给出给的是什么道理呢？都晋江铁皮起来的，阿等等铁皮，这是叫做脏话。所以读书上出，然后在家出家，但衣出去。在家出家，即个来讲，我是清楚。修道，唔是要去山边海角；修道，唔是要去深山古洞；修道，唔是一定要去娱乐游戏，娱乐的感觉。修道，要建立心上的框架，因为你对你的所在有认定。在家出家，在家，在家，你离家乡，你就是出家心。唔免着叫你一直来出家，啊，做人讲，在家不能明，如同无明心相；在家不能明，如同无明心。在家不能明啦吼，在心不能明，如是有明心哦。在家不能明，如同在家能明，如同无明心先吼，也很好。所以这个的做菩提来讲，修得很多。唔是一对的环境在里头，修得好呢，上个重要。你一对的环境，你只要心能安住好些，空间好些，那么心无邪，啊，何处会有他？钱多，啊，无他就是什么？我是为我心能无邪，你对的所在是南蛮高山，刚有的造南蛮高山，他修在当时的南蛮高山。只有到灭尽啊！到你那个就是我妈，我妈就是对不对？所以这部位来讲，在家出家，但衣但衣出修，你一定要安尼行吼。那么若不住规矩模言，你若无住规矩模言，你若无记的话，都袂过。这部位就是安尼啦。若不规矩，规矩来讲，你若无我讲的话，你若无好把记录起来，安就对了。方言，用语，用语有用，无啥物好处。你有滴钱，先当然，虽然人做会员，但讲法啊，说实在，天魔小我，伊就来讲，天魔小我，我跟你先讲好，我不是物件，因为这边个爱变一条物件上来死，啊，所以讲。然后他们就看他们了，这是第一条，这是第二条，这是第三条，应该看一二三，那你看清楚了哈，是有看的了，那你看到他会发现，一里接那里一条一条一条，哈，那第一条那个疏通变心通，如今处于空，微传变心的，出世不相通，这个概念是啥物件呢？疏通与疏通，安条路，安条这意思，咱最多讲的，
咱这样子，咱嘴讲个惊死人，咱做做笑死人。咱讲的是拢讲啊天天花乱坠的，啊，但是咱做呢乱七八糟，迄叫做嘴巴心不通啦，迄叫做心不通嘴，安尼叫做心巴嘴不通啦。安尼讲对，但做面甲你讲，说通就是通，我讲通。我讲这个道理，甲我这个心是叫做听的。我嘴甲心是一致的，我嘴甲心无迄落，嘴讲讲的，啊心无安尼做。咱过去咱道理是安尼啊，讲一个心，讲这个心，我嘛惊死啊！一定，但是做出来心有少是人无，拢总无心。小凡你，伊年纪叫做疏通，啊但是心无通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恁过去做侪钱，过钱，啊，讲道理，我嘛听不了两堆，我嘛做，但是拄着对面也难斗，还有通无？所以对于这个疏通啊、心通的道理，就是讲，完了，我讲的道理，甲心完全拢是一致的物件，因为我无经过，十无经过思想，所以我用达到良心进去，我做的行为。跟我讲出来道理当中，完全是无疑当作面，叫做疏通的情况。心、嘴，那无心所流露出来，就是对嘴。心那真正一个真正清净，无染，你嘴讲的做的物件，叫做是纯净。心。那上水讲出来叫做肥，肥一条无，肥变的肥。讲出来，因为伊分掉，人讲话讲，低言低语是不低心哦。但是咧，低言低语是不低心哦。有一块讲低心低看是不低道。什么名啊？低言低语，你了解这个心的道理，了解这个心的道理。哦，你发出的啦，但是你疏通有阵时啊，人讲咱对嘴做流露出来，对不对？有阵时，我来讲啦，咱的嘴是咱心的口，嘴是咱心的口，但是伊哩伊那个，我得把做话哩讲，咱的想法多嘞，你当叫你哩讲，甲你做甲一定，啊，不会解释不成。你哩讲甲你做，心无一定，那叫做。为这个为这个为就是变不行，这变不行，这个为变不行。别人在修，别修了真修，别修了明修，别修了真真正修。但是你们在修我会，哦，是一大堆，烦恼一大堆，对立一大堆。安尼，咱各位，咱只要信就信无。所以今日是咱咧信的时候才好好，因为咱无清净，咱真正无清净，到底定了后，伊就站袂了。到底定了后，过去咧讲的，刚才咧讲的，讲起来拢乱堆，拢是无目无睭，有名不敢为，无名不敢自尊，是毋是安尼？听书强欠，啊，遵守强多，是乱堆。啊，若拄着问题咧？讲了不少，过去讲了不少。因咧讲，因你讲过，咱来检验过。但是你真流露出来了哦，就是代表你过去讲了对。真啊！但是基本上咧讲嘅，哎，讲你今日你修完就过去啦。你当初虽然讲过了，你拄着对，当初你爱如是如是，你完全保持着你的心，心就心就你完全没有心。这不简单，应该就是讲这个物件，我明仔讲你。咱修三十年、五十年过，咱若听一句咱不爱听的话，咱就动心的；咱若听一句好听的话，咱就动心的。所以，先讲，我观察心阿强，我这心阿重要。我若爱听好听的，修掉。是不是呢？就代表今日。咱的修道真正无下功夫，因为你
知影嘛，这拢袂当袂猜的嘛。咱拄着顶了，我甲你讲是伊个关系，甲你怀疑怀疑会听个，会试用个。所以拄着顶了后当中，迄个嘛，咱就无法的算出来。所以今日你咱是修行过来，你这个心通的来叫无碍嘛，这个心变都无碍嘛，是不是？那心变都无碍嘛，无碍嘛。心变个碍，碍变个阻碍嘛。心变个阻碍，我听得出我阻碍嘛？哎，叫做哪？硬嘛，硬嘛，不得来讲，硬叫那无碍，跟这叫做无所住嘛。无所住嘛，因着无碍叫做无所住嘛，跟定无所住嘛，那因着有碍无？所以呢，我想说，你不刚刚是讲老和尚提醒的啊，大老师就是要说啊，其实你看这里面，因着了后，我是要批，我是大老师呢，我这是我工作呢，我是做好内向的，因着。你看你有一个迄个心的来，个就是讲我是大法师，我恁在搞安怎的，有这个能量。但是咱不得不引着了后，你无所住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跟你们打大事业，我嘛不敢讲，你来叫我负责你呢，你爱尊重我呢，你爱安怎我呢？啊，你若不安怎我，我嘛要气死。你这人不讲礼貌，你这人讲无礼仪。你嘛是经验，嘛是有关的。所以，我一个人要做到真正无碍、无所住、适当的行动，太难。大吉要出来，大吉要出来。真正呢，伊无因为讲今日的环境、今日的天气、今日的人还好较歹，这是事理事情上。我会教你较袂歹，思想；我会教你较袂歹，解决关系。只要太阳伊离，包括伊空气，伊不管是伊无所住，伊无所住才能转。这种情况，伊无今日任何伊离环境内底人做唔到，所以做唔到。但是咱有当来个，咱是地球，咱是太阳。那你讲公平，公平的明明给那个，那个比不上啊。但是比这个不一样，那比较太阳，那比较地球，那比空它不单呢。比如说，你比我多，我得了嘛。哦，这是我的呢。所以人难就是呐，无所住，这也未通，无住也未通。所以地球来讲，如一处未通。如今处空的概念在了嘛？那比如，如今你逃出离空来的三千两千世界，无因为你这地方的变化，环境上的变化，你得要日本三一大地震所有的吼，你得要那个时阵啊，那个微震好了，我因为它还是存在时空，无因为我这边上半边逃出来，我也这个时候我唔该是无限。无因为你这地球上环境改变的安怎来改变你的命运？意思这个概念就是你讲的嘛，那点许多，疏通及心通，就是你讲咱的啦，那个心结。因为我了到疏通及心通了后，如你处的讲，我面对着我所有的环境内底当中，我完全去接近着，我拢未。我拢会诚心道歉，你对我好，我嘛无事；你对我好，我嘛是无事。咱真个人啊，今日你若有一个大个起心，你万别看便宜啊！无定你朋友所说，也有所望啊。既然那个，既然你用着了，你一定有代价，你袂失态。咱拿生出来业务，生出来业务就是咱这两点，他听也通。现在因为伊面对着即个地球的单位，甚至面对着即个环境外无方便，即因为伊嘛是如你提供，如产生即个袂入即个地、即个太
念处理依靠内底无影响着我安怎？山崩以前不改变色，山崩以前不改变色，这个叫做主张，这个叫做主张。咱修得等于回归的，这是主张，你无所主见的主张。那你这个世界，那你这个环境，会受到些痛苦，会受到些烦恼，会受到些的受委，会受到些的顿忧，会受到些的烦恼，拢对过来，来，拢叫做接，有接接块报的当中叫做来，来接啊，那来接，比如我好嘛，哪来的？我比较修哪来的？这个来把这个事情我执我执。哇，这条，因为迄个婴儿有这个哇就，这个如你处理好处在空中的这个飞扬，这个太阳又来过，伊完全你地面变成空中，咱的心性，咱的心性，本来的参照这个物件，要参照这个物物头如如到这个心的物件。但是咱是哪有啊？这个物件在做，是这个在干，不是这个在干，是这个在干。所以这行为是算了，做完后叫做转心，转，转心，心是物件，心品，不得了，难讲。这个可转了起来，变好变成变心性，定和造出来。所以那是那种心念转不过来，那生命就不健康，啊，就不对了。但是你转变过了，你以后还有啥可能？你不要聊嘞，那是有情况，那是那是有情况，那完全就是那某种情况。今天那你那边聊，你讲忍住，不容易，那这是有情况的，安尼讲，我根本都讲不掉。肚子讲不听，我肚子讲头痛无味，我肚子都唔甘愿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今日去即台痛，未痛啦，因为你无自在啦，你唔甘愿啦。伊安讲，我得来，我心里发就发无心发，你该讲这是干啥？乞丐，做生意，忍辱，做身份。真正大个胎，上面都因为你个死无法度个，叫你忍辱无心，你看，心忍法忍到无心法忍，你看会得讲无啊？一时变化天变化了，讲肚变嘛是一大刀去啊，满腹都等于啊，怕你忍，我来看你忍，忍无所忍，你若要变个就讲忍无所忍，叫做无心法忍，叫做忍无所忍。那个嘛，我做，我忍不了了，我吐了去啊！变成忍无所忍，忍不了了啊！变成忍无所忍。毕竟忍无所忍，生忍心忍发忍，这两种我们忍嘛呢？叫做忍无所忍，无所忍就爱忍嘛呢？伊是靠袂这顶个做法。那个叫做忍无所忍，就是讲我忍不了了，吐不了去啊！变成忍无所忍，必须忍无所忍。我唔明个这个意嘛，心里头我真唔知我唔明，我搞唔清个意。啊，你若达到无心，我就关于讲去讲去，有叫叫做认可，认可，叫做安逸。有啥个嘞？达到无生法，无生法忍啊，无心法忍，无心法忍。有几件人叫做认可，这个认可叫做地位。叫做地位，安静叫做地位，这两个甲解释就叫做地位，地位，顶起，地位顶起，意中求定，把做完第四名的目标，你达到忍，你达到忍，我达到安静叫做。定规甲定造出了，叫做定规定起，正下倒下倒下正下，安尼讲对吗？定就是倒下，规就是正下，有定规定落去，规才造了出来。定若无落去，
比心脏的病人病人说，哦，走不出来。所以这两种的标志，咱的意中脑头清净，安尼，咱脑头清净走出去怎么样？无你修为行呢，避免了修为行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呢，疏通及心通这两个概念，就是那个道。如果你的心，让达到一心不乱，达到清净，如彼处微风来讲，彼处心比较旺，这个叫做哪？元气不好吧？元气不好吧？这个达到元气不好吧？这不好的大概是两个元气不好吧？凡所一切物件内底当中，我的心脑中生发一个境界，一切诸所意念所现象，面对着一切意念的发起，何谓是人心？我这个心，我因为一念起了后，我这个心，人啊，在变化，无，我难忘人心，太难忘人心。定力嘛是不是？法运力嘛是，拢拢相像，拢无因缘分嘛。做主人呢，会参与。关键的个是阿顺的先生，你看阿顺做水哦，伊话做过水，阿顺做过水哦，伊话做过水，你讲我做过水，伊那是无好卖啊。大家有伊的心在咧清净，因为伊无一个挂念在，无一个挂水到无咧水在，无一个。所以哪咧当中咧？这个清净，这个叫做自在，大家听懂了吼？这个叫做清净，这个叫做自在，这个叫做无量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开发平等，该舍得讲的。但是第三部分来呢，叫做微传见性法，微传见性，咱无上上就要讲见性，什么叫做见性？这个叫做变性法，但是所有都叫变性法，变性。不是不了。今天呢，我一见面，那么变性，如何来变性？你无变性，如何变性？微传变性法，那照着该传的，就传这变性法。但是因为变性变性了后，当中你传成这符合和谁，你后面要让变性变性。这个叫做变性，这个叫做变性。这个叫做明心，这个叫做见性。但是微传见性法，这两个人不合适，这个当中不要再见性法，叫做魔法。是不是呢？跟见性法，那不见性法，那看到一切所说一念，拢当作对法，叫对法。见性法叫做不对法，不对立法。变性法叫做对立法，对立法它不是叫做见性法，什么叫对立法？就叫做对立。有一个水，有一个带，有一个刚刚有一个带叫做对立，有一个乌了有一个带叫做对立，安叫做对立法。这个对立法换一个叫做世间法，世间法，这个世间法，不对立法叫做出世间法。不是对你们这个世界啊！恁今日去合作个人讲个微传见性法，就是我要传的，就是要传出世界法，唔是要传世界法。恁今日修道，恁唔是修世界法，恁是咧修出世界法，那变个变差。今天呢，今天是个变差，恁话，好。有一天，我去到太上殿，我哩开始，我是在讲你个人吼，太上殿啊。但是我看一间吼，那五宝殿吼，阿得啊，会食荤，阿会食荤啊，哦，阿会烫滴，哦，阿会，奇怪，一对啦，我一对啦，一对啦，一对就对啦。我那我看嘛，你个，你不然呢？你个就是吃来，吃来，我这边啊，这边。准备不会啊，
了后，当中哦，规撮看到上头呢，那个黄土过境，后边人家，后边地，啊后迄个迄个哪个呢？后迄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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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哦迄个迄个饮料饮料，规个部分过去，啊大家哦，哦啊，如果大家公关，我讲还是爽欢喜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同学啊，接嘞。人是不接的，能领袖都会不接的，不老练，不满意，不形象。但是我们会用到，因为伊会当照着神的能量，予伊今仔日能改变，这是好代志哦。这是一个好代志，是歹代。但是因为伊照着神，变我帮他讲，但是我今仔日在迄个到新加坡咧，是安怎今日？即件新人的庙会有人在搞变化出来，有这个问题，并且照着这个新的流程来做一个好，那个啦，较不当的行为，这个是怎样？因为达到因为出世间无的物件，伊是多害怕，你不世间人，你就是安全的。一切物件叫做老练，因为伊个骨骼叫做表象，表象，表象，你看，哇，做这样做老练，我连看出去了，这就是这个这款物件。但是咱看，因为这嘛叫做一种个叫做啦，叫做文化。但是我听问你各位，新的装置是咩呐？新的装置就是个保密屏。空调不顺，我咱做些其他，我咱莫妄想，是不是呢？你不必要定咩物件，那今日照着新的物件来符合咱这个社会其他部分，啊，那是莫好意思，这太是伤心，那不行的哦。但是今日那个个比起来，出世间多的物件，出世间多。现在我的心里面，求给你的心情，你的心情偏两毛，起心动念的两毛变阿婆，你变阿修一地，你安那边，你安那边，变阿移民者心，你无安那无，变安那无计划，变阿无计划，变阿无清楚，变阿无读书，变阿无，哦，这里倒是有趣，你安那变好这里面都是，这嘛是真正。对你的心情真正压力好些，你的话，今天咱这个心态都关咧，往往不管情况不断咧，我想讲咧，修到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修到四十，这个心态不会好些，唔是遐简单个事，我讲用世间人来讲，一切变修个物件，这大家在修，这个水老变成这样，这物件真正系练功过咧。心心经的那心经的干货呢？所以咱的传统的传教，归传建设化，归传就传这个物件。出世不下庄，心经的下庄，净宗的法叫做阿罗汉、比丘、菩萨、佛，这个是净宗。这个下庄的法，这个下那边是个干涉，叫做不净魔下，也是干涉。这个下干涉的功，他一。伊唔是，伊是世间法，